因为有点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无时无明哪有可能无点，什么款人无点，啊，就是佛祖。因为我跟他佛祖，我都就近诸法世界。你说要做佛祖还要等待？因为我听到有点哦，就感觉讲很难听啊。没讲办法，我念了真难，啊，就因为我未做不做。无念的人心里妄动，我必有必得有念。你想，南无祖师吼，第一懂来坐高堂，对唔？敢有代志？无代志。你叫梁武帝，你坐高堂坐高堂，看有代志。我看哦，我看这一天伊都冻不了，唔免讲坐高档有代志。我唔是，我都唔清太懂。这你若有一寡经验的人，你拢有法体会这。你我梁武帝，你坐一天坐好嘛？这可能一天会轮流流失啊！这哪里好像哪里都不太对劲。你都放动动了，那是我让你心放动，这就是诸佛法性究竟涅槃。另外，与其越心放动，放动还去造恶业，还不如劝你行善，往往那边。阿赖尼公，行善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？你要注意听，与其怕你妄动而会去造恶业，还不如呢，因为你妄动止不下来，那你去行善好了。阿弥陀佛，行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好的。啊，那个条，造恶业是行善，啊，所以行善是好的。啊，我这工作的人，只要心会乱动，你都不脱离有为相，你都不脱离生死，啊，一点还可以控。啊，你说心然乱动，到底是好？我有分析那个彻底啊，你这是有一个层次的，要了解这是有一个层次的，是因为你的心穿了万贯了，会去造恶业，因为贪嗔痴太厉害，这叫是业习很恶，三恶道种子很强。那与其这样子的话，还不如劝你去行善，因为阿弥陀佛对治马后，但是阿弥解脱苦海的佛嘛，阿弥陀佛你讲阿弥是好那么好，佛的好那么好，这个印记的好。哎，我用机，我后来用机，你的人心都真正解围来，阿婆你是咩弄的？阿婆你是咩来关系的？阿靠边，我加铁窗，我加色。这个来的根基如果不是很低，很会乱动，那你就尽量要劝他去什么行善，安尼你跟条，你目前
你想回的是，你既然很妄动，那我就劝你积极去行善。啊，你讲啊，你有救见无？所以梁武帝和长老祖师因为境界有差别，不可能差太多的，一个会当坐高岗，一个连坐一天都无法度，你讲这差偌深了？你想看吗？你敢想看吗？一个有法度坐高岗，我看一个连坐一天都无法度，你讲这境界差偌深？梁武帝问长老祖师讲：啊，我咧做遮济。做这么多神书功德，达摩祖师讲：“喏、no ，你来看看事情，了解福德多跟福德性有什么不同？”福德多跟福德性有什么关系？我有十块，我出九块。哦，或者是呢，我有一百万，我出一万。安尼哪一个功德大？啊，哪一个福德大？十分之九的心量大，百分之一的心量不够大。但是福报的相当多，我们那是出一万的，他多，你高考当做啥？高考分奖一个冰淇淋的多少？我讲的，要了解。但是你究竟解脱更是的看这个，都不是的看这个啊，你知道都不是你出这个你赢，不是安的，你不会几波神知几波神、啊、我来大概十分之九赢，当我只是那个我跟究竟是上较高深，啊！你讲伊家坐当来坐高当，啊，也无做什么善业，啊！你讲，阿弥是什么菩萨的？你唔知啊？这真是有来历的啦。如果伊要禅宗的因为安尼，不得了。金刚经来的有很我很清楚讲到是福德多可以福德细，来要看对你这个知见嘛，我啊，你的心就是那个是足粗的，你无法度进进去。啊，就是因为你的心那个很粗，哦，怕你妄动去造恶业，那还不如让你去行善。那、啊、你说这样应激厚不厚？当然啦，需要，这是需要的哦。我你讲你。杨武帝伊都无得坐嘞，你未计去坐，安尼毋是要害死伊？安尼我讲有道理无啊？啊，伊都坐袂落来，你要带去坐，安尼毋是要害死伊？安尼够应激，无应激啊？你讲叫达摩祖师到杨武帝安尼路，安尼都错乱。错乱真相体啊，那个颠倒四方，
是做做事哦，袂当上两五点安尼安尼按，你知影无？你若你若做事上两五点安尼按，还是错误示范？我问你，啊你你不怕吼？你错误示范，你是要应得众生喜悦？这些东西啊，这多人做颠倒，就是因为错误示范，好颠倒。啊，你讲，啊，你敢敢敢会使错误示范？这吼，这要点到为止啊。你若会晓折磨人，你再家己去有第三步吼、哦，也使颠倒释放，也使彻悟释放。因为毕竟梁武帝是在家的，啊，你就达摩祖师那个彻悟释放，这是为了对这因果交代的。你要去选择，啊，选择了，你觉得我的因缘该是安怎，该安怎去突破，安尼就开始去上精进去突破。怎么突破？那个由浅入深，由粗入细，慢慢去磨平，去磨去磨平去啊。啊，然后你就比。刚刚如来如修行啊，你发力就出来啊，发力是出来后，你身心的慢慢清安，扩的慢慢安稳，再来两列的如来如故啊，特别心的开始乱动，心都开始乱动的时候，你观舍的心量就越来越大，平等舍为刚入的如来如故，刚入啊，变两个叫前色的，直观来的。运作很恰当，啊，这个是你生生世世需要的资粮。这个是你生生世世爱的资粮，需要的资粮。有你无经过安尼一段咧慢慢过来，心是还是痛。你讲到底是了无地是阿苦还是达摩祖师修阿苦？那一个内行人一看嘛，知影上阿苦，我讲阿怎对？还是有个人都无内行，都会看颠倒伊，就爱上了无地安尼。你讲到底是对阿唔对无？不是倒一个较对，哦，我要强调清楚，我确实讲，你是藏法师讲安尼唔对，你唔是我唔爱你讲吼，我讲无你对唔对，完全我爱看啥，应激。你两个角色的对换的比赛，啊，来了解。你这两个角色的对调的比赛，所以都爱三分明确吧。你跟达摩祖师去 N 两五 D， 阿来你不是颠倒示范，错误示范。啊，你跟两五 D 去小达摩祖师啊，啊，你是变没你是变死的。修行爱同时断六障，断本身的烦恼，跟什么？跟你对众生